我先试探一下。操 ，A 我。他这个二段 W 怎么这么远呀、啊？我感觉这个位置刮不到我二段。见了，我去见了，他逮盲僧去了，好像，我下去了，这翻墙也太快了。不好跟那个意思、哦、他有个盾，难受。Nice。这波多少力点攻呀、啊？讲道理，把桌面闪打出来。没事，他敢来推你，你们来干他。可以可以。我这个线没控住呀，要不你大波线没控住。疯女装逼，疯女。要买影魔刀，影魔刀加法球，难道很弱？人有点多呀。慢推吧。留他有点难留啊。弥留级有点难留，翻墙。大鲨鱼正在进攻他的兵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这样都翻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就先这样玩嘛，你推过去实在是不好推，我没钱。他清线也比我快啊。双盾，双盾，双盾有点弱呀。这样大家很亏。哦，靠！他们好像五个人，哥们，你是有人吗，哥们？他站在这里有个影魔刀，有一个法球，无所畏惧。
太脏！我靠！你走吧，太脏了，真的。 不吃两层我都难受。其实我的意思是再吃一波线，少100块钱。 他应该不会进场吧？只要辅助不在，我就干他。带走。起飞！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 玩刺客就是要有耐心。先回中吧。卢登出来，一切都好。高点差评一下。 应该不会阴我，觉得他后面会有人的。 算了算了算了，这场这走，不好杀，不走呀，这引不到，双盾。 他在买个信使三盾流，好。难道没大就怪了。OK， 不浪。 好起来了！我要给他们演示一下什么叫汉子。我再吃波线吧。
一个人打吗？中呀！中呀！阿无虚发！我夺走，我这个血量半血。 咱俩刚才有吃果子哈，那我弹屏。 可能有 TP 是吧？但我觉得我带这个线应该不会很危险。放男生满，带这个线没问题了，带吧。等级也得补一下。OK。 我把他干了对面高地了，我看。浪了浪了，各位。他们应该打不了大了，先去看一下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Get to 高地有点浪。 我有点燃就可以杀了。 要带，有点了就不错了。没带，回家了，我操！买了个表。咋你也不想等我？ 谁过来就干谁，我现在挡的也不快，我就跟他蹲。爆发有点高呀，我操！ 闪现想打我，可恶啊！
卖法杖，好吧。发育的也不是太好。真别，还追啊？太打，太浪了，反正。不然没有闪电套呀。啊，我电影伤害没他高。AD 刺客的话，他这个伤害高，他当天伤害加了2，我当天伤害加了18，我都闪电套了就加18，他两连麦他加2。大辅助，拿下。